我们来看这个机器啊，叉 S 不开机，但是哎呀，这机器就是我搞不懂是什么情况，这机器怎么会说不开机？但是这个屏幕这个我就看了有点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吧，这触摸不报废吗？全部氧化了，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啊。那这个机器从这里来看的话，肯定是进水了，进水我们首先肯定是上电。上电它就开始漏电，但是这个就跟安卓的就不一样了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按下开机键看一下，来，能开机啊，能开机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要修漏电就可以解决这个故障了，那这就非常简单了。先预热，看看温度哪里产生的，我们修哪里。来了，温度在这半截，这半截的话，那估计就是进水的闪光灯啊、相机供电这一类的腐蚀串电导致的漏电啊，是不是这样？现在我们不看也不知道，我们先把这个皮给它撕掉，皮先撕掉之后分起来看一下，马上就可以有结果了。好，皮切刀分成，哎，很难得，真的到现在为止很难得能遇到这种没有修过的苹果手机啊，非常少，基本上来的都是分层分爆的，要么搬上层的，要么搬下层的，最最夸张的是上下层都要搬的。遇到这种呢，就感觉好舒服，心里很舒畅。等待温度上来，好，分开。分开之后跟我们预期想的不一样啊，温度在这个区，哎呀，乖乖，真的是的，我没看仔细啊，我就感觉有温度，然后我就上层问题，这整尴尬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面跟主供电有关的电容，肯定是电容漏电了。哎，我还说这半截嘞，没仔细看啊，如果我刚才仔细看的话，这个机器分层都不需要分了，就直接修复了。好，目前为止还是在漏电，然后我们询问下面看一下，来看这个电容都有点小炸稀哦。哎，神奇吧，就是它了，就是这个炸稀的电容，我把它抠掉之后，现在漏电解决好了。按一下开机键，开机正常不漏电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细节没注意看啊，然后选择了去分层，因为通常我们修都知道，通常都是这边很容易进水之后漏电，这里发烫肯定分这里，结果呢是上面的电容问题。好，再见。